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感谢您订阅片进来。这次要说的是《1001楼数位的夜游：一寸大魔域》。那2024年5月极点王的部分是一色的部分啊，各自的人生期22。一色说：“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请你立刻离开。”抱歉，是一色小姐吗？我是受阴阳师协会委托送一封信，说一定要亲自交给你本人。好脏好臭，真的是这个地方吗？这里是我的房间。好，看来一色屁屁仔不是，一色是可能出去外表光鲜亮丽，但是房间非常脏乱的人设哦，人妹子人设哦。那收集物是康乃馨，哎，我觉得非常的不意外的收集物哦。然后我们再来是可以看到它的其他东西，老样子的资源，还有这个一色的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那个说明哦，壁纸说明，我是受阴阳师协会委托送一封信给一个人，但这环境实在是太脏乱了哈。好，我们成功拿到这个，这是22的那个壁纸，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壁纸，继物影的21之后，我们22是一色。哦，我这边可以看到人物简介哦，看一色就是人设是战场上是 Pro， 然后但是战场以外领域都一片空白。不擅长扫除，也不在意脏乱。可是，他凭什么身材保持那么好啊？天生丽质。活动时间到6月4号，也就是说6月4号是那个下个月的月更新日期啊。距现在的话还有大概2个礼拜左右，那尽快来刷吧。好，这个是那个。他那个那张壁纸的背景图哦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一色，有那个油桃咖喱的一色，好，那这一个是合成出来的我们的壁纸，好，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盖 BQ， 喜欢的话就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铃铛、留言，谢谢，拜拜。